是很好吃啊，可以啊。我们看六十年还是像你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三代了，好吗？这个鹅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有的鹅肉好像就很白啊，为什么？这个是有特别选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挑选过，故意去混种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像南部就是那个白罗曼，但是这边是还保有那个土鹅跟白罗曼他们去配出来，所以就又有韧性，就是感觉会不一样。因为一般来讲，你干吃土鹅的话，它可能肉会比较偏硬嘛。对，但它这样配出来，你看那个皮好漂亮啊！然后要沾你们特别的酱，一定要沾这个爷爷传承下来的豆酱。哎呦，你说这个要腌，这个要做，它等它发酵要等很久的，最少要三个月。哇，还要长一下的啦！为什么要换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有港仔的感觉。好吃哎，它那个肉质是嫩的，但是是有点嚼劲。然后这个酱超级加分，颜色的肉沾的外面可能就沾的可能就酱油啦，或者什么辣酱啊。这个酱很猛哎，然后这个肉豆子本身真的很嫩。来，这盘听说是来这边一定要点的，必点的莱姆炒米莱姆，因为通常像这种鹅肉店，就里面会有源源不绝的鹅油可以用。鹅油跟鹅汤，鹅油、鹅汤、鹅高汤，他们是用不完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就是很奇怪，它只要有鹅油，不管淋上什么都觉得很好吃。那好做很好吃啊！而且最是它的米苔木也特 Q 哎，小朋友，对啊，这个真的是有的比较粗，比较细，很明显。这个很好吃啊！哎，这个很爽，这个我举不下。我先冷静，还要先吃。这个好了。这个就是那个吗？猪颈肉吗？中板猪吗？对，中板猪。它是做红烧的，红烧的方式。看哦，这个也好，真的。对，它这个红烧肉一般，我刚刚想的那种红烧不太一样。我一般吃那种青州小菜红烧肉，都是会已经骨头粉好或腌好，要先去腌好，拿去炸。对，但这个好像就是，它变成红烧，变成是一种酱汁上去拌炒的那种感觉。真赞，这个真的这很好吃哎。对啊，而且他们这边有白饭，一碗十元，再淋个鹅油，你再点一道菜，其实就会吃超饱。天哪，大家吃哪一个？吃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隐藏菜单，菜单上面没分骨髓。分骨髓，冬菇没骨髓，冬菇的骨髓啊。一般这个不是都会用比较重的那种调味料去，可能会去压它。但它这个好像没有，而且吃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它的骨子，它周边是会带点筋，哇！不然咬下去的时候，那口感是很酷的，滑嫩之后，它旁边会有一种那种带筋点咬的那种感觉，就回味说它那个姜跟那个香菇爆炒出来的味道。哦，它最麻烦是谁的？因为它要焖。那生的骨子要把它焖到熟了，然后再做这样子。因为这东西不能只用大火快炒，它那骨髓全部会跑掉，然后会散掉，要糊掉。所以就是要慢慢做它，对，要慢慢小心。你就开高一点了，一盘800啊。所以说如果真的太累的话，就是这些料比较少，一盘800也是一个用完的这样。对，也是一个方法。哎，这菜很好吃啊，可以啊。算了，我们要看六十年，还是像你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三代了，好吧。想交这个朋友，再用可以来带回来吃。不要，你哎呀，哇，好重！你怕什么？哦，真的是胖了，应该不止10块吧？然后再加10块吧。10块，那不是5块啊？10块有这个，你说有胖吧？来。谢谢老板。哦，哎，真的是现炸的感觉。对啊，而且他们这边的油都会换两次，所以吃到就是不会有油耗味。一天就换两次。对，因为生意太好，一直炸，一直炸。哎呦，那这个吃法最……你先弄啊。我觉得最漂亮就是把蛋放在上面，然后把蛋黄流出来之后，和着它的这个热菜酱。你边说边做啊，我觉得我好怕失败。哇，那个蛋已经很熟了。这个蛋也是也跟这些东西一起炸的感觉，这样可以了。然后这样子，好，这边这样，不要，你哎呀，哇，好多，好多啊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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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真的好爽哦，好满足嘞。我也觉得这些好像不重要。不行，老板会不开心。还是要吃，再来个鸡腿喽。对，鸡腿加吧。对，你怕什么？哦，真的是胖啊！好饿。胖胖胖。
真的太大，那真的是现场炸给你。现你看，你放多久啊？再炸，炸炸现出来。而且你这样子看了，其他的粉它根本也没有在薄薄的粉，它就是很扎实。像我这排骨跟虾仁双拼，但是在这边跟大家提醒，虾仁是每天都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这边新鲜进口的虾，他们买到什么虾就炸什么虾给你，就这样子。我去来一盘试一下。好吃，这个热度就是爽的热度，你知道吗？汤才十块钱，汤很夸张哦，应该不止十块吧？然后再加十块吧，十块，那更很贵啊！十块有这个，你说有汤吧？就是那还有蛤蜊，对呀，两个汤什么汤？哦，这汤根本没有多余的调味，它就直接是蛤蜊煮出来那个鲜味，最新鲜的，对，然后有点那个肉的这样子一样，哎，生意又这么好哎，对呀，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怎么讲？你来就你就一直不自觉，你就是想要开来就是吃一个饭，就算现在在减肥，也是你想要把它吃完。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吃过这家，其实就不算来过钱。哦，可以这样子，因为这就算是最。我没吃过这个，你认真没有吃过这个？我听过，他有，我真的吃过。这样不行，超正，完全没有失望吧？没有失望，完全没有，超开心，会停不下来。嗯，好吃。来，强力推荐。哇，它年糕好足，而且它这个酱真的，因为不是所有的韩式餐馆都有春川辣鸡这道菜，而且这味道超好吃的。因为它的酱是吃起来有点甜咸甜咸的，有点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辣，对，然后就全部融合在一起，超好吃，有种吃了会想要微笑的感觉。嗯哼哼。这个泡菜就是刚刚我们那个做法，来，这是老板娘的比例，很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很赞，好赞哦，好吃。刚刚我们就少了一个酸味，嗯，那好像是因为要放一天过后那个味道才会出来，没错，嗯。然后这个来，强力推荐，哇，它年糕好足哦，我超级喜欢他们家的春川辣鸡肉，跟年糕跟我超 Q 哎、欸，专门吃的不一样，超 Q 的，嗯，而且它这个酱真的，因为不是所有的韩式餐馆都有春川辣鸡这道菜，而且这味道超好吃的，它酱好好吃哦，超好吃的，因为它的酱是吃起来有点甜咸甜咸的，有点甜甜的，然后有一点辣，对，然后就全部融合在一起，超好吃，有种吃了会想要微笑的感觉，嗯你刚刚在微笑吗？嗯，对。那我来试一下他们的海鲜豆腐锅。哎，是不是不一样？跟你在外面吃豆腐锅不一样。我没有骗你吧？这个汤头不马虎哦。而且中间你可以吃到那种喝到那种小鱼干的味道，很鲜美。哇，这汤水水哦。水水吗？水水哦，哎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它豆腐也好。那天母赵姐真的太早了。嗯，当时把所有的精华都融合在一起了。嗯，是吧？对，这汤好开胃哦。我很想，这汤真的很想配饭呢。对啊，因为前面饱个半死。因为韩国人他们真的是拿来配饭，因为他们的汤其实比较汤，他们叫鸡给就是比较浓，他们就是会配一碗白饭。哦，炸酱面！哇，这是炸酱面。来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韩式料理店一定都有，我每次都不敢吃。为什么？这样就单纯觉得就是会有怪味。它不会，真的假的？嗯，你试试看。它这个是为什么会用那么黑，用到那么黑？那是洋葱整个炒的很焦糖这样子，是不是很不一样？韩式的炸酱面，哎，其实好吃哎。它的炸酱面是甜甜的，然后他们会把洋葱炒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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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甜味都出来了。哎，你要吃洋葱？哦，对，这个甜味是洋葱。对，然后还有酱，这属于什么？甜面酱吗？春酱。春酱。所以吃起来就是会有春天的感觉。
嗯，好喜欢。汤真的很好，汤真的很好，汤真的很好，这汤太水了。我说我的水不是说它很水，很水，很水。哎，你们是真的很喜欢呢，哦，好开心哦，真的。他的豆，我这是必须赞美他的豆腐。豆腐怎么？因为嫩豆腐很常会有一个豆腐味在那个汤里面，我就很讨厌那个味道。可是这个没有哎。所以要吃只能来这，这是挑货，或是你知道那个厂商。